大家好，我是张子琪阿琪，创作以铜版画为主，今日会介绍粒版画中的铜版画，而主要会讲解线石和胚层技巧。版画主要分平、孔、粒、凸四种。咁粒版画就是指油墨在凹咗的地方度，我哋印出嚟嗰阵就会印到粒的部分。线石就用嚟表现点同线条。而非層法就可以表現到面塊的深淺色。咁而家我哋會由準備銅板的部分開始先。預備紅銅板，紅銅的硬度比黃銅低，適合用嚟製作粒版畫。首先用膠貼覆蓋版面背後，裁剪多餘膠貼，因為唔貼嘅話。之后用酸的时候会腐蚀埋后面，磨边的时候记得要戴翻对劳工手套。首先用金属锉将铜板边角磨成45度，角都要磨翻做圆边，以免整亲自己同印的时候搞烂版画纸。然后用三角刀同压刀刨光，分别用400、800同1200毫的水磨砂紙打磨版面，磨之前要噴少少水在銅板上面，由粗的砂紙開始磨到最幼，打圈圈咁磨。磨完之後就倒啲洗銅水，用布拋光表面至鏡面，跟住將銅板除油。如果版面有水珠，代表有油分。咁我哋就可以倒啲豉油喺铜板度，然后慢慢捽去，将版面嘅油分分解，大约等1分钟，然后用清水清洗。除油后嘅版面上嘅水会呈现薄膜。首先会讲解线石技法，将适量嘅防腐液倒喺铜板上，用手慢慢调整角度，等防腐液遮盖成块铜板，然后将多余嘅防腐液倒翻入樽度。待乾後可以用黑針刻畫圖像，注意圖像在印製的過程中會鏡像倒轉，如果有中文字或者英文字的話就記得要倒翻轉啦。完成刻製過程之後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，敷色。今次用直立式的酸盤，記得用的時候要小心，同埋戴翻對防酸手套。我哋會用3氯化鐵作為敷色，酸鹼值約 pH 1，所以能夠腐蝕銅板。我們現在將銅板放入酸盤裡，8分鐘之後可以拿回塊銅板出來，用水沖洗銅板，然後用重鐵油抹走防腐液，然後我們可以去試印，去檢查線石的效果。跟住下來會做飛塵。飛塵法的原理是在銅板上面覆蓋微細的墨點，所以亦稱之為細點色刻，藉由腐蝕達到均勻的色塊，因此腐蝕的時間越耐會越深色。首先找個空氣流通的地方做，然後在你噴的地方鋪紙，再戴上個保護面罩。今次示範我們會用塑膠材防腐液做飛塵，這種飛塵方法比傳統松香粉飛塵安全，少啲有機溶液，所以對身體冇咁毒。將塑膠彩防腐液倒喺噴槍杯入面，調校出油量以達到理想嘅效果。一般我哋以薄噴多層嘅方法去噴，由銅板出面開始噴起，慢慢 S 型咁樣噴，千祈唔好停。咁噴完之後，可以睇下張紙有幾多防腐液喺度。好似而家咁嘅話，其實塊銅板已經有足夠嘅防腐液。最理想的份量应该只是遮盖了铜板50%左右。那喷完之后又怎样做深浅色呢？我们可以用防腐液遮盖图像最浅色的部分先。例如我想灯和水面的反光印出来是白色的，那我现在就要油了先。油完之后就拿去酸盘浸大约2至3分钟，然后拿回上来用水冲走酸。敷色的时间越长，印出来就越深色。我现在上的云是浅灰色，
所以用防腐液遮住佢，減少腐蝕嘅時間。油完之後就落去浸蒜，然後啲衫係深灰色嘅，咁我用防腐液遮蓋佢，然後再攞去腐蝕。海係最深嘅灰色，我而家用防腐液遮蓋呢個部分，然後再攞去腐蝕。最後我想條橋係黑色嘅，咁我就唔使遮住佢啦。防腐液嘅厚薄係唔會影響腐蝕嘅效果，只要遮住銅板就可以啦。利用腐蝕時間嘅長短，控制畫面唔同嘅深淺效果。等到成個腐蝕過程完成之後，將銅板放入碳酸鈉度洗走啲防腐液。洗完之後就到印嘅部分啦。首先我哋將白瓦紙浸喺清水度浸大約半個鐘，跟住用麥刀撩啲油墨出嚟。我哋可以放喺玻璃台度猜下啲油墨先。落墨之前墊一張白布紙喺底，然後用卡紙將油墨覆蓋成個銅板嘅板面，大力啲刮，因為我哋要將油墨刮落粒嘅位度，確保所有粒嘅地方都有油墨。跟住用麻撲將佢卷成一個包咁，打圈均勻咁抹油墨，輕力啲，直到圖像清晰可見。麻撲嘅作用係帶走多餘嘅油墨，你可以見到多咗嘅油墨由麻撲帶到去白布紙度。之後再用雪梨紙抹走唔均勻嘅油墨，又或者係清潔最白嘅地方，輕輕力咁抹就得噶啦。跟住到清潔四邊，如果想印到四邊乾淨冇油墨嘅話，可以攞布仔或者雪梨紙抹到四邊嘅油墨乾淨。搞掂曬就可以拎去印。印之前要檢查版畫機嘅壓力係咪適合，用吸水紙印走版畫紙多餘嘅水分，印到冇反光就得啦。將白布紙放喺版畫機上，然後放銅板，跟住放白畫紙，再放一張白布紙上去，最後冚翻埋張籤，跟住就可以過白畫機啦。好，我哋可以打開佢，睇下印成點。如果發現印出嚟太淺色，咁就可能有幾個嘅原因。第一，壓力唔夠。你可以看看四邊有幾粒，或者看看銅板有沒有留了很多油墨在。第二，腐蝕時間可能太短。第三，刮油墨那時候太輕力，粒了的地方一直都沒有油墨在。第四，抹板那時候抹得太乾淨，連粒了的地方的油墨都抹走了。所以需要視乎情況，可以再調校壓力或者抹板的方法。銅版畫的線色可以做好細緻的線條，而飛塵可以做不同層次的明暗。銅版畫印出來的效果細緻多變，這個是我喜歡銅版畫的原因。